突然发现好久没做虾了，今天又是虾的新吃法。剥好壳的大虾对半切开，记得加一点淀粉，这样才会有酥脆的口感。用黄油来炸大蒜真的是太香了。把虾劈叉，然后摆上去，煎着煎着全部都会卷起来，比较爱吃辣的就撒点干辣椒。天气宜人，就像喝乐可可，但是外面的都太甜太腻了。今天来做一个不那么甜但是特别好喝的，放上几块棉花糖。老规矩，先给你们吃一口。卷起来大虾吃起来口感更丰富，表面还有炸到香酥的蒜末，快去试试吧。